又是弟弟没有弟弟，你说喷子到底有没有弟弟？小喷子都没有弟弟弟，小喷子都没有小弟弟。你们都是一群小喷子，小喷子到底有没有小弟弟？小喷子穿花衣，天天直播来这里。我问喷子你为啥来，喷子说这里的袜子最美丽。认真，倒映出袜子在直播的伤痕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十几年没被喷的袜子突然被喷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受的瞬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喷的那么认真，喷的那么认真。还有什么都不可能。袜子直播间全都是喷子，全都是喷子。我用几行字形容你，喷子是谁？直播间的喷子，某个你都想了解。正在思考。直播间的喷子，在弹幕上面多嘴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其实你也啥都不是。Legendary。我那个就是我就是在回怼另一个直播间，我这头看着那头开着，那头开着，我能看得到。我一看那头喷人。那个黑粉群说他了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帮？让他回来吧。你说那个群啊，你们帮他呀？你们那？去他的直播间里去跟那些喷子讲讲道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说，哎，用王者荣耀把这个王者荣耀里头的这个英雄，如果这些王者荣耀的英雄全都是喷子的话啊，那你看看那个这个游戏他们的台词应该怎么说，那鲁班大师都得说 B 站喷子智商250，模板巨大模板，老夫子怼喷子顺便拯救世界。亚瑟为了喷子的形象连直播也穿着铠甲。对吧对吧，大家都
都笑了，你看。风喷岛。萝卜青菜这个嘞，我现在是典韦的。上来，你忘了吗？我一星期应该跟你打过不少靶了。我知道啊，怎么这不是变成萝卜青菜？啊，我知道啊，怎么这不是变成萝卜青菜了嘞？哦，那个是。是不是啊？看看我的程咬金啊，那我走。哎呀，师傅。送他，你看他是看我的程咬金，我关掉了，我关掉了。真喷子，听不到声音了。强健的口才、身体和精神。Double kill， 再把他换掉。Double kill， triple kill， triple kill。你看我去看一下，我本来我这把不会死的。风喷岛，很惨。你让我去弄个手机。来，喷岛，跟我亲热亲热。那我是这把不想。面具。哎呦。防御塔护盾消失，炮车出击。Legendary。瞎打乱打。